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笠，你看非洲啊。非洲这边有一辆摩托车算是富人了啊，但是有一辆自行车也还不错啊。我下面有一个人每天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，等一下去了解一下状况，顺便叫两个黑人妹妹一起去骑下车给大家看看啊。现在还在这里练习落体，哎，叫他去了解一下。Go bicycle。啊，老。啊。Good。James。Go bicycle。啊，这个自行车停在这里了，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。还行啊，这个自行车，等一下问一下多少钱。啊，专门叫了一个会骑自行车的，还行啊。啊，本来穿个裙子不方便的，我叫他过来，还是出来骑了。啊，专门叫过来拍视频给大家看的啊。啊Good. Yeah. Good. Yeah. 啊，这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帅哥啊，天天骑自行车过来，问他几个问题啊。啊 ，this bicycle how much? It is 200,000 Ugandan shillings. 200,000的，我靠，差不多人民币400块钱呢。How many kilometers you home from here? I ride 20 kilometers.20 kilometers. Yes, come here every day. 20公里每天 ，How long? I take 2 hours coming here. Two hours. Yes, 2 hours. 我靠，2个小时，每天8点钟上班，我靠，差不多。You wake up 5. I wake up at 5. Five. Yes, 5 a.m. Okay, okay. 哎，拜。啊，我们这几个黑人兄弟都还不错啊，反正第一批招的都感觉还行啊，给大家集体合个影。今天那个行子妹妹没来，跑边上去了，也穿着裙子，又不会骑就走了。OK， 啊，上次的视频也说到，有的人车费的话每天都要花6000，差不多工资的一半。啊，这个骑自行车的呢，虽然省一点。但是每天来回差不多要3-4个小时，也比较辛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笠，一起看非洲啊，好久没拍员工中午吃饭的情况了啊。现在全部住厂里面，很多也是自己做饭吃啊。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啊。啊，出来看见他们这个，他们是你看也是 rice 啊，米饭 and。马铃薯、土豆，这边这个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饭椒啊。他说，因为他们是住厂里面的嘛，这个是他老婆，我刚刚才看到他老婆出去，他老婆送饭过来的啊。看一下，这个也是他老婆过来送饭的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那红薯蒸熟的，也是那个饭椒，再配了一点这个，应该是我不知道什么粥了啊。这是他小女儿，啊，他这个老婆也是刚刚生完小孩，应该是也是剖腹产，还没有完全恢复的。今天过来也是问他要一点，医药费去买点药，他说好像没有，等下看看要不要帮他一下。啊，这小家伙还是有 how many months？ Six months， 3岁了啊，还有点活跃啊。Hello。啊，这里就是午餐吃饭的地方啊，不过现在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啊。目前很多人都是自己做，所以说这里吃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啊。现在还有这两个在这里吃啊，在尝过这个啊，吃橘子的，上次我尝过的，1000限定4个的那种，还可以啊，啊，哈哈。I see, this orange is very delicious. Yeah, it's very. 啊，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玉米粉、豆汤，加一点大米
那个饭家之类的，很多员工吃腻了啊，所以说也自己在做。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做饭的情况啊。啊，我们先看这里，这里是后面租进来的，因为那间房子里面住了很多人，他们这里整理了一下，应该之前是放一点物料的。看一下，这个他们自己做的是这种玉米面，不过可以搞点西红柿啊。啊，洋葱之类的，再放在这个锅里面焖一下，他们都基本都是这样做的。啊，这边的话，他们住了四个人，啊，也还凑合，自己打理出来的。不过这边就要差一点，下雨的话会漏点雨的。啊，其实他们自己做的话，应该也是饭椒啊、玉米粉之类的啊。我们去这栋宿舍看一下有没有做好一点的，不过吃肉的情况确实比较少一点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储存的，也就估计周天买回来吃一下，也不能放太久。啊，我们先看这一家，这是我们拉长跟这个品质在一起，他们一起做饭一起吃的。啊，中午的话还行啊，我刚刚看是茄子，然后倒了一点这个西红柿在里面，然后这里还在加火。那边就是也是玉米粉。How to do this? Ah, no need more. This. No, no need. 啊，这个应该就是火太多了。No need. The keep up the noon. 啊，像这个就搞点水，然后晚上继续用，还是比较节省的。啊，这楼上就比较热闹一点啊，我们进去拍一下啊。啊，这个看一下，还煎了鸡蛋的、大米的。啊，听一下啊，宿舍里面还在放音乐，啊，这里氛围比较好啊，我感觉。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一间比较宽敞一点，明亮一点啊。You want chicken? Yeah, want chicken. I want chicken. 哈哈，那么你。啊，这边还在做。你看，现在也在做豆子，啊，不知道你看那边做了几份，煎的鸡蛋，啊，大米，啊，这些还是基本上自己都会做的。啊，这里还有过来看的，刘秘书。啊，胡萝卜丝，有胡萝卜丝。啊，这些。看一下，他说这个是肉啊，让我看一下啊，那很少的，就一点的那个小鱼干。Is cook finish? Yeah, finish it now. Now, now you cook. Finish. Yesterday or now? Yes, yesterday. Yesterday. Yes. 昨天的啊。啊，他们是这边的。啊，中午这边休息时间是12点到1点半啊，时间还是有这么长。啊，这种吃饭的时间。是我始料未及的啊，原以为是比较安静，啊，看这个气氛还是比较活跃啊。不过有部分人在下面吃饭了，可能吃完了会休息一下。不过大部分人是没有午休的啊。啊，还行啊，感觉他们过的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